吃水果是最好的，又不用吃鱼饭。让我再说，让我先跟你说。睡觉吧。天还没黑呢。六七点钟了。二白天。二号的人已经可以了，吃掉算了，再放几条来烤吧。这么多，还有灯笼啊，想丢点东西，算了。睡觉。嗯，好。还一样的，还一样的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来。你怎么还不睡？我灌个水。吃一块鱼。有点卡了，不是有点卡，是有点慢了。现在东西太多了。东西越多越可爱，对，就这样。哎呀，大爷，大爷，来，你也给我看，这边叫哎，不要，那叫什么？我他妈的，啥？水果、石头、塑料。这样子的，那他爸门外上啥子都叫石头，他爸妈那个，就要么上他爸妈去了。转不过来了。啊，输掉。咦？放一点东西放箱子里面应该会好一点吧。这个是绳子，你那边有没有卡？什么？你那边卡不卡？卡呀，卡还好吧，不是特别的卡，但是也蛮卡的。哎，老弟，我说到
喝一杯水。咦，装水也装不了了。嗯，奇怪了。装满淡水。木头。呀，这木头这个箱子都已经满了，放不下了。打也打不开了。打不开了。把东西全都放下去的话，放到箱子里面，怎么还会卡呀？船上的东西太多了。箱子也打不开了。船上整体东西太多，比如说这些木头比较多，箱子也比较多，灯呀、木板呀这些都比较多。打不开了，按不了了。电脑的显卡问题。啥打不开？这游戏也有 bug， 就是有时候就打不开。哎，我要饿死了。我蒸点芒果哈。咦，按也按不了。咦，哎，终于蒸好了，再蒸一点土豆吧，有土豆种子。这个是什么？石头算了，还种点西瓜，种点西瓜就好。需要淡水，快来浇水呀、我没有瓶子。西瓜种不了，没有土地了。你种西瓜了吗？这为什么没有啊？我种了芒果，在第二个，西瓜没有地方种了。艾伦有没有？西瓜种在那个。这个里面呀、种哪里、西瓜种在这个里面，没地方种了呀。
西瓜种这呀。好了。种两个呀。没了。吃点东西吧，我现在不用喝水了。把那个水果吃完算了。一口一个西瓜。吃完。我上山了哈。哦。我就带一把斧头过去。我不会用这个洒水器。我去找一点种子吧。哇塞，菠萝！这么多好吃的。菠萝。哇，这么多菠萝。吃完了，待会种菠萝，还有土地吧。建就行了。建太多的话不会卡机吗？一点点而已。这个山好大呀。最高的那个上面会不会有老鹰？哎，我上去看一下。那个会打人的。哦，那就不要上去啊。哦。我去看一下吧。暂时还没发现。哇，这边是悬崖。啊，真的完了完了完了，他要过来砸我了，怎么办？赶紧走。这上面不能去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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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赶紧上船。在哪呀？船在哪里呀？哎，没看到嘞。对付老鹰用什么？弓箭。弓箭有吗？哎，你把船对呀，开哪里去了？就在这儿没动呀。